今天要带来最后一首是我们的那个台湾民谣。那这一首相信它也是很有名的一首歌哈，它叫做《望春风》。对，这是算我们是比较难度的曲子哈。那待会铜管也会表演那个五重奏，对不对？那是不一样的风格。那我们先听管乐合奏的《望春风》，谢谢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